不知妻美刘强东前段时间在大洋彼岸的桃色事件，在我看来随着路透社掌纹报道的发布，已经算尘埃落定了，但在我看来，路透社作为全球知名的大型媒体集团，向来以迅速、准确享誉国际，也是世界上最早创办的通讯社之一，曝光的不止当晚宴会的细节，甚至于都曝光了当事女主的聊天记录。我觉得事情到了这个份上，你要说真没事，那也是黄泥巴掉裤裆，不是屎也是屎了。而妻子张泽天也在中秋佳节之际，在朋友圈发文，只要一家人在一起，便是圆满，唯愿守得云开见月明，表面上风平浪静，美好圆满。但是这样的圆满是张泽天真心想要的吗？后面那一句云开见月明，是有的放矢，又或是自我安慰？其实我们都